嗨，我是 Penny。嗨，我是 Kelly。我是 Durian Queen。快点，快点，快点！我是爱家。Hello， 我是 Vincent。哇！看好像是有一些会吃，有一些不会吃。好，这样子我们就 based on 这样子的 size， OK？ 就一个人要挑战吃十粒，十粒还是十粒？十粒，粒。要啊，可以。这个我们是留给 Kelly 的，对不对？不是。对 ，Kelly 跟 Ida 的。那我们选到最美的哇，这个。它滑到掉下去啊！真的滑到掉下去。有加料的 ，OK？ 好。让我的同事对我多么的好，多么的开心啊！来，我们 cheers， 来。cheers， cheers， cheers， cheers。还没有开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不吃榴莲的，所以我留在最后。你这已经是最小粒了，我还想怎样？什么？这么讲我的小粒哦？哎，你讲一下，大家都比你大粒哦。哪里？你指哪里？下面。提摩奇。提摩奇。哎，你讲一讲。提摩奇是什么意思？提摩奇就是很好吃。提摩奇。没来来来来，提摩奇。它真的是有奶味吗？我拿这个。你要拿就拿真力喂你的手按照你真的哎有有哎有母奶的味道哎哎所以有牛奶的味道对哎这个这个啊啊啊啊啊啊哎我看见蛤蜊咬我哎哎其实我发烧来吃所以我很晕的嗯哦如果给我吃杂白的话，整盒我可以吃掉。来，我吃六份了吧？好好。我也是第六份啊，我还生病了。刚刚为什么问，这么每一粒榴莲味道不一样了没？它就跟每一档菠萝面的味道不一样是一样的道理。没有，它跟每个人长得不一样。我们不一样，不一样。我来真心问一下，我看还能吗？差不多了啊，多几粒啊。多几粒，我发烧不了。不是很香吗？面的。你喊一下杨麦的。不要。杨麦的。哈哈哈哈哈。阿杰，你看。我们要去厕所。要去啊，你讲一下。对，要去厕所。啊，你去厕所呀？上什么厕所嘞？骗谁？我们不跟你说这样明显，他们这边看着，我要讲讲。不，我给你看了。还我钱！我还是不能呢。可以了。你要坐一下吗？哎，那边有装的。真的吗？哎 ！Oh my god！ 哎！哎呀，喝水吧。那。是男的嘞。喂。来，给你。OK 吗？哎，上方帮我停在那边一下。哎，有吗？有空吗？有。我不行了，奶奶啊，白山。1% 有一个按照，然后有一个按照他的颈部，按照颈 ，OK， 然后 ，OK， And his name is John C。哇啦喂！那我们多紧张啊！
道。66年。来，请翻白眼，来来来来，一二三，我脑在哪里？欢迎我们继续吃榴莲。重点是你要跟老板娘讲对不起，她很紧张。我们太单纯了，有没有？我们太单纯了。而且他剪刀很刚好，他在还要 kiss 他的那一个。没有 kiss 他，奖金扒开，扒开。然后没有，最重要是什么呢？你知道吗？他在那个眉毛这边眨眨眨。很不上路啊！然后讲他讲发烧吗？然后我就摸他这边冷冷的。这三个都很美，是不是？美的话记得要先这个 video 要证明给他看。我们的呸！我现在很像飞飞。还有我的 Chris 克里斯，你 IG Facebook OK， 我的那个 button subscribe 按啊，我的 Facebook 这个你如果你们是看到我的 Facebook 这个 video 的话，上面有一个 link 啊，这个 link 你们要去按这个 link， 然后去按 subscribe 这个 button OK， 这 yeah， thank you， bye。